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1096页，1096页，第三行看起，经文。人生难得，佛难知，性慧文法难中难。我们学佛了，学了几十年，对这两句话了，有很深刻的体会。确实是难。如果不难呢，这个人立刻就成佛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言出不难的只有唐朝慧能大师一个人，对他不难，因为他具足了性跟慧。虽然没有读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他心清净，不但清净，而且心平等。我们在坛经里面细心去观察，能大师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确确实实是一味真诚啊！所以真诚心不是用来修佛的，它本来就真诚那么真诚心就是佛，所以一接触一听他就明了就是其中三昧也，他就能得到。不是用真心难了，因为诸佛大菩萨在古时候讲经说法著书标准呢是开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如果不开悟，难免言辞著书里头有瑕疵，这些瑕疵自己不知道，会耽误众生。古人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严重，绝不敢轻易说法，不敢轻易下笔。
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了解，怕背因果。百丈禅师的故事，错下一个字转语，多五百世也无生，不是五百年，是五百世。啊，他投胎投到狐狸，出生到，死了之后还是变狐狸，又投胎做狐狸，五百世。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是一位法师，讲经教学的法师。啊，有一个人向他请教，说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？他说不落因果。对，错一个字就受这么大的果报，这是桩事情引起后人很大的警觉。啊，学佛不单是学佛，做人都要学做老实人。啊，老实人规规矩矩，不争名，不逐利，不求利养，平平安安过一生，这就是有大福报的人。啊，大福报的人不想求人天福报，专想怎么样出离轮回，所以他的目标方向跟一般人不相同。啊，我怎么能超越轮回，不再受轮回苦了？啊，那么要超越轮回，最低限度是阿罗汉苦。啊，证阿罗汉就超越轮回了。啊，阿罗汉是个代表。不用佛法能不能修行到阿罗汉？难，什么方法都难。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了，不论世间法出世间法，啊，只要你放下华严经上的执着，与世出世间一法都不执着了，你就成阿罗汉了。啊，就超越三界六道，啊，生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。啊，所以佛法不是专利的。这个一定要知道，佛法是给你讲道理的，学不学佛没关系，任何宗教只要不执着就是阿罗汉，不分别就是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佛。那不一定是学佛才能成佛，不可以这个说法，不学佛也能成佛。啊，六根在一切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，它就是佛，它本来是佛。啊，佛法是最公平的，最平等的，没有丝毫执着。啊，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呢，都是诸佛如来。啊，只是现在你了而已。他会不会觉悟？肯定会觉悟，只是早晚问题。
啊，所以佛待一切众生，自己谦卑，对他恭敬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性德自然的流露。啊，我们是不认识，误以为他是众生。啊，不知道他本来面目。啊，错认了他。啊，这里面造成很多的误会。如果不觉悟，这个误会都有果报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都是因。因一定感果。啊，未来有果啊，一定感果。这个因果就是轮回的道理。啊，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念老注解里头说，人生难得。梵王经序里面讲，一世人生万劫不复。啊，这个话不是吓唬人的，是真话。六道里面得人生的机会不多。我们自己如果冷静去反省，就知道得人生的条件的影业引导我们到人道来。在中国古代是无常，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也没有做到。在佛门呢，就是无戒。啊，但是无戒在净业三福你看看它在哪里，它在第二福。第二福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无戒都能做到，就算是具足。啊，所以在家居士是无戒。无戒可以受一条，受两条，这叫少分。受三条，受四条叫多分。五条通通都受叫具足。啊，受五戒的基础第一福要做到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具备这个条件才能够入佛门。啊，拜师求受三规五戒。三规是佛门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三规归依佛是觉而不迷。归依法是正而不邪。归依僧是静而不染。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经律论三章。啊，用经律论三章达到觉真经的目标。啊，那么今天完全没有照这个程序去做啊。
啊，第一佛没做到啊，就从第二开始啊，盖房子一样，第一层没有啊，从第二层盖起，怎么能盖成功？啊，所以今天佛教有名无实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啊。啊，我们遇到好老师真难得，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搞清楚了。啊，虽然不是完全清楚，比一般学佛的人清楚明白多了。啊，明白之后，真的，佛菩萨希望我们真正发菩提心。弘护正法，续佛慧命呢，这个事情不是凡人能做到的，啊，凡人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天下人都不干，我一个人干，这就不是凡人。啊，发这个心不是为自己，为救度苦难众生，为拯救正法常住，这个愿不可思议，动机行动果报都不可思议啊！这是来救世的，不是一般人的。又《涅槃经》上说：“人生难得了，如幽昙花。”佛经上说的有幽昙花，中国没有，中国也有昙花啊，昙花一现台湾有，我在台湾那么多年没见过啊，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，居士林有好几盆昙花，半夜开花。李牧原居士打电话给我，叫我赶快去看昙花。昙花开的时候，大概只有半个小时，就谢了。啊，我们赶紧去看了，拍了照，是非常好看。啊，开了好几朵盛开。啊，我们看它慢慢叶子就卷了，往下就垂下来了。啊，一个小时之后完全谢了。啊，这是说难得，时间太短，不容易见到。啊，十二点多钟人都睡觉了，它开花。等你起来了，花都谢掉了。啊，所以南洋人知道，都在那里等，等到半夜看昙花。比喻人生难得，很容易失掉。啊，寿命呢很短。该得人身者呢，如沼上土；摄人身者如大地土。这是一个公案。啊，
也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呢，在奇书结古多言讲经教学。有一天，佛就在园子里面，地上抓了一把土，抓一把土，把一把土撒到地上，手一放开，撒到地上，指甲上还留了一点，指甲上还有一点。陪同佛陀这些弟子看到佛这个举动，就问释迦牟尼佛：“你老人家这什么意思？”佛就告诉他：“你看我抓着一把土，我手一放开，撒到地下，是地下的土多还是指甲土多？指甲还留一点，那当然是落在地下的土。”指甲里的很少。佛就说了，人现在是人就像我手上抓的土我一散开呢，人过世了来生还能得人身呢，就指甲上的土不成比例，1%都不到100个人当中过世，99个都到别道去了，只有1分呢，来生还带人道。在佛那个时代可以这个说法，现在不行，现在10000人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能得人身的能不能得人身呢？自己知道，具足无界就能得人身。无界欠缺就不能得人身。在中国古时候，无常具足仁义礼智信这五德，决定的人生这五个字失掉了，来生得不到人生了。在这个事情如果他能再加上上品十善，他就升天道。生欲界、四王天、桃李天，再加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他就生夜摩天、斗率天化落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越往上越高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如果修禅定，禅定修成功了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越往上面去，佛报越大这是人中的少数人那么到现在是最近的200年，外国的科学传到中国来了，中国人好奇这外国的月亮圆呢？
啊，也没去学外国人，造成一种风气，老祖宗东西不要了，对老祖宗怀疑了，啊，老祖宗比不上外国人。啊，对祖宗怀疑了，对父母那个恭敬心就淡薄了。啊，甚至于到现在这两百年的末期，儿女杀父母的这个事情很多啊，在这个地球上到处都有。啊，父母没想到啊，生下你，抚养你，到最后是被你杀了。啊，当然，这个里头不是没有原因。佛说得很好嘛，儿女跟父母四种缘，前世的。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那报恩的绝不会杀你，你对他再不好他都会爱你，会尊重你，过去生中对他有恩啊。那报怨的就不然了，过去你杀他，他来是报仇的，啊，有讨债的还债的。我们想想我们一生处事待人接物，对人是恩德多还是怨恨多啊？我们对人是给予多给他多还是问他要的多？要是不识恩德，你的孝子贤孙就很多；要是跟人结怨呢，那你的冤家债主就多了。啊，如果你不识给的多，啊，别人还债的就多，啊，多少人都拿钱来供养你。啊，如果你欠别人的多，你讨债就太多了。这是世间四种缘，没有这四种缘，不会成为一家人。啊，也不会成为你的朋友。啊，你的助手不可能。全是四种缘。啊，缘有前身，有后报。啊，相聚的时间短，缘浅；相聚的时间长，缘深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就要晓得，要把所有的缘变成法缘，把过去的恩怨情仇通通化解掉，这一生一起来听经学教修行啊，往生净土啊，成为法眷属啊。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缘成熟了，到他方事先成佛，我们这一帮人去帮助他，做他的弟子，做菩萨弟子，做声闻弟子，做在家弟子啊，帮助他弘法护法，这么来的啊。
啊，没有过去的因，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果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任何一法都离不开因缘果报啊！天台大师说得清楚啊，讲实如是啊。我们一般只讲四个字，实如是里头四个因缘果报啊，他讲的详细。啊，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一生，这一生算你活一百岁吧，一百岁只有36000日啊，不多啊，36000块钱，你一天用一块，一百年就花光了。真的是很短，我们应该怎样打发这些日子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，让这个36000日不要浪费啊，活得有价值，活得有意义，你就成功了啊！今天我们总算搞清楚、搞明白了行大善即大功大德，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造什么样的善事，没有念佛的这个善大；做什么样大功德，没有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大。啊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是对这一句话呢，肯定了，承认了，不怀疑。啊，60岁以后啊，就是晚年了，不定什么时候要走了。中国称为花甲老人，那60岁一家子了吗？叫花甲老人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要积极准备来生的资粮。那这一生已经过去了，啊，算是结账了，总结了。啊，往后我到哪里去？这个关系可太大了。啊，我们是非常非常幸运。啊，遇到净宗，遇到无量寿经汇集本，遇到黄念老的集注，啊，把这个法门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死心塌地，再没有第二个念头了。啊，初始法的念头都没有了，何况是法？一切时一切处自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劝一切众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
那别无二念了。这是说人生难得啊，佛难知，知是遇到。遇到佛非常不容易，啊，释迦佛佛灭度了，底下一尊弥勒菩萨成佛，啊，时间多久呢？他在斗率天命中到这个时间来实现成佛，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啊，一年也是360天，照这个算法啊，每一天我们人间400年，他的寿命4000岁啊，所以算出来大概是56亿7000万年。他才讲是啊，56亿7000万年，我们这个地球上啊，南阎浮提州啊，经历好几个小劫啊，一个小劫是人的寿命一次增减啊，佛经上告诉我们，人的寿命最长84000岁，100年减一岁，减到10岁。我们现在是减的这个阶段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人寿100岁，这过了3000年了。现在的人寿，平均人寿70岁。那往后100年减一岁。减到10岁，6000年。6000年之后，地球上人是10岁，每100岁加一岁，100年加一岁，啊，加到84000岁，这是一个小节。啊，弥勒佛来成佛56亿7000万年，7000。后头是万啊，所以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这个增减界好几个增减界，弥勒佛才来啊！啊，现在说弥勒佛来了，那是应化身，不是到这个世间来，像释迦牟尼佛示现8相成道啊，不是的，这化身来啊，真难遇到。那么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佛住在世间，众生苦啊，闻不到佛法啊，本经释迦牟尼佛有嘱咐，地藏经上讲得最清楚最明白，世尊灭度以后，弥勒没有出世之前，这么长的时间度化众生的使命就委托给地藏菩萨，
地藏菩萨代理佛教化众生啊，这是在相上讲的。为什么叫地藏菩萨不叫别人？地藏菩萨表什么法？代表是教亲尊师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代表敬业三福第一福，没有佛住世，只要把这四句做到了，在这个世间也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地藏菩萨代表着啊，高深的佛法没人讲，也没人学啊，这个可以，可以讲，可以教，可以学。更深的意义是地藏菩萨帮助这些众生植深厚的善根，所以弥勒菩萨出世轮化三会度生无量 啊这些众生的根基地藏菩萨培养。表这个意思啊，我们才真正领会到 啊第一福就是如是道三个根啊，这三个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重视，没有一尊佛菩萨教学不从这个地方扎根。啊，无论是出是法，是见法成身成仙，佛法成佛成菩萨。啊，其他宗教成神成仙全都在这个地方扎根，啊，我们要不重视，要不认真学习，我们就错了。啊，这个南域《法华经》受量平云：比丘当知，诸佛出世难可知语。所以这佛是为什么呢？住卧的人他没有修道德，没有道德就是没有福报啊，没有智慧啊，这样的人过是超过无量百千万亿劫，或有见佛，或不见佛，不见者，以此事故无作是也。诸比丘，如来难可得见。
啊，这是真的。所以遇到佛，我们遇到佛法，都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深厚，不是善根福德深厚，你就遇不到。于是我们要了解，这些善根深厚的人，虽遇到佛法，也会做错事。什么原因呢？烦恼习气太重，尤其生在现前这个世界，圣贤教诲中断了200年啊，到这个时间来，习染就不间断啊，习气染污，天天在学习，纵然有善根福德，也被障碍了啊，他也做错事情，他也堕落了，也迷惑了，这个现象是必然的，无可厚非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现象是正常的。啊，他要能够敌得过，不被染污，那他非常明显，他是佛菩萨再来的。啊，凡人做不到。啊，那么他造因受报，在这个世间不断继续轮转，到哪一生哪一世，他的善根福德能够给外面这一些诱惑抗衡，他能战胜，他那一生就成佛了，语言就成熟了。啊，这就好比一个人呢、做错事情受过报啊，受尽的苦楚了，然后他印象深刻了，哎，又来找我麻烦，我这一次不上当了，他才能回头得了啊，财色名的是睡的诱惑，我不上当了啊，这也是他就能超越了啊。如果还有稍许被诱惑的，他还要轮转几次，所以理事都搞明白了，我们自己的心就平了，心就定了啊，外面世界怎么个变，我不变了啊，我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什么都不要管了啊，你管是白管，没人听你的啊，纵然是听你的，阳奉阴违，表面上听你的，背后他还是另外一套，你又何必呢啊，不如好好的念佛往生，做一个好样子让他看见啊，让他看见就是给他种善根啊，念佛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最后来一次做正转。啊，三转法轮给你做正。
这个话了，佛当年在世，悟时说教，常常开眼呢。又当年佛在印度王舍城时，城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见佛。啊，见过。另外三分之一的人但闻佛名而未见佛。更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见不闻，可见知佛之难。啊，三千年前佛出现在印度，那个时候这个大地人口少，啊，大自然的动物很多，啊，没有交通工具，中国一直到清朝，啊，200年前，交通工具是马车、牛车。啊，最大的运输工具是帆船。啊，旅行都是徒步啊，步行啊。一天走60-70里。这是正常的速度。我们抗战期间行军每天最短的60里，最长的距离是120里。120里从早晨天还没亮就出发，到晚上差不多8-9点钟到。啊，那走得很辛苦啊。啊，120里就今天60公里啊。啊，天天要走啊。大概一个星期休息一天。啊，跟日本人打8年仗，我们就走了8年了。啊，居无定所，过着流浪的生活。啊，背一个小包袱，很简单的一个铺盖，一床被3斤重，是不是？最小的一床小被子。啊，外面一个毯子包起来，2套换洗衣服。啊，那个时候人心非常淳厚，走到任何地方陌生人他们都同情我们逃难，都来问候，都来帮助，跟现在社会完全不一样啊，人情味很重啊。啊，现在一切便利了，人情味没有了，人与人当中那种亲爱完全没有了，信心没有了。啊，从前人相信人都是好人，没有想到人这世界有坏人，没想到。啊，现在信心没有了，自己对自己都不相信，他怎么会相信别人？所以福越来越薄啊，没有福怎么能遇到佛菩萨？不但遇不到佛菩萨，遇到一个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
都遇不到，那都要福报。啊，佛里头还得要有有缘的，没有缘他看不顺眼，他不信你。啊，遇到也等于没有遇到。啊，这个多结缘呢，是一桩好事情。啊，早年李老师对我们这一批学经教的学生，常常劝导我们多结法缘。啊，将来你讲经教学，法缘殊胜。你要不结缘，讲得再好，讲得天花乱坠呀，没人爱听。那不是你讲不好，你跟那个人没有缘分。啊，果然有缘分，他讲的并不好，可是他听得很欢喜。啊，缘分很重要。啊，这下面说，即前面经中所说的，若闻此经。这是想闻到这部经，心要住持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啊！啊，真真不容易 啊！你听了，你要相信，不怀疑，喜欢听。这个药是喜欢的，能接受，能理解，能够依着经的教诲呀、去修行。啊，这是难中之难。为什么？听到这部经，信要受持。这个人这一生决定的是啊，李老师跟我们讲，修净土同学当中，真正能做到这一句，大概一万人当中有三五个吧，不是多数。啊，决定得生净土，决定一生成佛。啊，慧能生解，故闻经信要啊。所以这人有智慧啊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确实有很多。阿公阿婆听到这个经生欢喜，他不认识字啊，他学念经，一句一句的学啊，经他会念，换一个地方拿四个的人都不认识，在这个经上他认识，换个本子他不认识啊，这个他顺念得顺口了，他一句一句会接下去。心定、心专，他懂里头意思。啊，最怕的是心浮气躁，心里头有妄念，有杂念。有妄想，智慧就没有了。啊，要知道，你想的，你念的，全都是虚幻的。
错了啊，不应该有这些念头啊。要把念头换过来啊，换成阿弥陀佛。这是真智慧。我把我所有的念头，所有的这些想法，全都想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底下念老总结这三句，第一个人生难得，第二呢佛法难闻，第三敬宗难信。真正修学敬宗，这三个难都度过啊，今次难得者能得的人生，难闻者能闻，闻道大成；难信者能信，啊，相信净土，信愿持名，啊，佛加以慧解，对这本经能够理解，能生信心。断除疑惑，啊，这些困难全部都度过，佛劝行人，当身心切愿，念佛求生，切莫错过啊！此悔若错，则真诚错也，那就真错了。啊，念老末后这几句话，苦口婆心。啊，由他口里说出来，由此可知，他在晚年一心念佛，专求净土，做榜样给我们看。我们再看下一首偈，信受得度啊，分两个小段。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，是故博闻诸智士，应信我教如是也。啊，这个四句偈。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又知二机，如来功德佛子之，唯有世尊能开示。后半句，人生难得佛难知，幸会文法难中难，再加上这一首，这两句总结全经，本经之首，第二品名得尊普贤，啊，普贤菩萨跟净土宗关系非常
一切。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可以看到，在中国提倡无量寿经，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。第一个人是东晋慧远大师，被称为净土宗的初祖。那么在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，这都世界多大呢？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十万亿个银河系，一个银河系是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，一千个银河系是个小千世界，再乘一千，再乘一千，叫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总共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。在这个教区里面，第一个提倡念佛求生弥陀净土的第一个人，普贤菩萨。所以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。还有更大的，变法界虚空界第一个提倡念佛求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，是大势至菩萨。这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初祖，普贤是娑婆世界初祖，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宗初祖。都是全心全力提倡的。本经第二品的准普贤，第二品是续品，没有认证正宗啊。于慧菩萨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这是经的开端续分，在家菩萨众，第一句话在家菩萨修行举了十六位贤护人，十六正士，这十六位在家菩萨都是等觉菩萨，跟普贤菩萨地位平等。这个意思说明，这个法门在家菩萨多，修的人太多。在家菩萨契机，出家菩萨呢？出家菩萨都搞八万四千法门去了，都认为自己的缘很殊胜，走那些门。只有这个法门，在家菩萨多。
所以你看这个经开头普贤，到这个经结束也是普贤。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，在极乐世界每个人所修的就是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是化缘。那我们知道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讲的经教讲什么？无量法门通通都讲，没有一个法门漏掉的啊！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想学什么法门都很容易啊！佛都教你啊，到你大彻大悟之后了，你就完全念佛了。为什么？报阿弥陀佛之恩啊！只有念佛才能报佛恩。那么到这个经结束了啊，偈颂里面我们看到，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这是说你在这一世你应当要做佛去了。心超普贤等彼岸，你不但是尊普贤之德了，你超越了普贤。我们看注解啊，注解里面前面说前云得尊普贤啊，经云行超普贤，何也？何也是问话，下面给我们解答。且此一句乃唐仪原文，啊，仪者乃三藏法师菩提留志啊。菩提留志翻译的经很多，绝对不会犯错。这译文呢，自当不为经旨。且唐仪与经首啊，亦曾会众啊，亦云会众，咸共遵修普贤之道。啊，跟我们这个会集本咸共遵修普贤大师之德意思完全相同，可见前之得尊普贤与后之行超普贤居士凡间原旨，而非一笔有误也。这一点先要相信经文啊，不是翻译有错误，确确实实是原文。且此不但无误啊，不但呢没有错误，而实是啊，世尊慈悲之极也。释迦牟尼佛慈悲到极处，破除心肝，与众相见。盖普贤乃大行菩萨，表差别之。啊，
代表厚德之德，文殊代表根本之，普贤代表厚德之。啊，称为华严长子，以十大愿望导归觉落，愿愿成王，叫愿王。一普贤之愿，广大无际，穷极无尽，导归极乐，利济无尽，故称大愿之王。这个结局我们略说一说。在中国大乘佛教以四大菩萨表法，中国四大名善，第一个是九华的地藏啊，菩萨的德号就是表法的，地是大地啊，大地有宝藏啊。佛经上常讲的七宝啊，啊，经验。琉璃啊，佛经上讲的玻璃是现在讲的水晶啊，玛瑙，这些珍宝都在大地啊，从大地开采出来啊，我们才得其用啊。啊，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地啊，心地里面的宝藏更多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啊，都没有办法称及的。这些宝藏在极乐世界全部开显出来了，人得其用啊！极乐世界的大地是琉璃，琉璃什么？翡翠，绿色的玉，透明的。极乐世界没有泥沙了，没土，泥土没有了啊！所以从地面上看到地底下。一切法从心向生啊，都是念力变现出的境界，美妙无比啊。啊，地藏菩萨表这个法，世间人把这些宝藏开采出来，人得其用。我们心地宝藏用什么东西开采？就是用孝亲尊师啊，孝敬就是开采心地宝藏的工具啊。你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心地有开采不出来，你永远得不到受用啊！
所以佛法从哪里学起？从地藏学起。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，啊，实在讲就是这一部经全是讲的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啊，也可以包含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所以地藏法门呢，就是净业三福的第一福。从这里修起，有这个基础了，才能够提升到第二福。啊，第二福是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也。啊，观音菩萨代表大乘教上常讲的发菩提心。啊，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代表发菩提心。啊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呐！啊，要发清净的菩提心，救苦救难的心。平等的救苦救难心，究竟圆满的救苦救难的心，要把人救到底啊！啊，什么才能救人？智慧。所以，文殊代表根本智。啊，根本智是什么？根本智是自性本定，因为自性的智慧是从自性本定里面流出来的。啊，因定开慧嘛。啊，流出来的是智慧。变成在日常生活当中全部兑现了，这叫厚德智，普贤菩萨代表。啊，我们把根本智比作电流、电源，从自信里面流出来了。厚德智什么呢？是电灯、电视。所有的电器，那个东西留在里头就发生作用，起作用了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全享受到了。厚德智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你有千千万万种的电器，它一到了就活了，全都灵光了，感应起作用。啊，这个作用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讲的华藏世界。啊，华藏世界完全是根本智变成了厚德智起作用。啊，这个比喻大家容易懂啊。啊，所以普贤代表差别智啊。差别之无量无边呐，啊，也就是所说的无所不知。啊，文殊代表根本智是般若无知，起作用呢无所不知。啊，无所不知是差别之，般若无知是根本之。没有根本就没有差别。啊，先有根本，然后才有厚德。先有本，才有枝叶花果。啊，那叫厚德智。
所以普贤的愿，愿愿广大没有边际，你才能成得了佛啊。普贤菩萨第一个修离境，离境从哪里来的？从孝养父母来的，对父母叫孝，对一切众生叫敬啊，对一切众生跟对父母没有两样啊，字用的不一样，实际是一样啊，把父母那个孝推广了就是敬啊。离境里面第一个是老师，对一切众生要像对老师一样的礼敬啊，对老师的礼敬跟对孝养父母那个孝敬是相同的啊，没有等级的，所以它是平等的，它是普遍的，是清净的普贤大师之德了啊。他依据什么理论？依据理论是自信，一切法不离自信，一切法是自信所生所现，所以一切法跟自己是同一体，这是所依据的理论啊，也就是观经上所讲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，法界根本是平等的不能有分别的念头，一分别你就错了啊。那么佛经上千经万论都是分别，他那个分别就是不分别，是为了说话沟通意见方便起见，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佛自己没分别啊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这叫随喜啊。随喜里头的分别跟不分别是化成等号的啊，心里头确实没分别，事上你怎么分别我随顺你，为什么你还没觉悟？你觉悟就不分别了。所以佛跟佛在一起没有言语，啊，不但没有言语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，啊，不起心不动。啊，如果凡夫听到了，他愿不愿意成佛？不愿意。一天到晚在一起不说话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有什么味道？这个佛我不要。他不懂啊，那个里头才有真乐。你不入那个境界，你没尝受到，
所以你不会懂。啊，那才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有人懂得，被人看懂，真正修行人愿意住在山里的，住在山洞里头，跟任何人不接触，他快乐无比啊！看到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生烦恼造罪业，不一样啊！他要没有乐趣，他怎么可以跑到那一个人躲起来？一个人躲起来，独乐乐，真快乐啊！修苦行，别人看到修苦行，他自己拿人怎么那么傻瓜了？啊，决定是利苦得乐嘛，拿着利乐得苦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只是他那个乐太高。我们看不出来，我们也想象不到真路啊，这种路小乘法里头说的很多啊，世间法里面论语第一句话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月是西月，那个月不是外头来的，那个月是独乐乐，别人无法享受的。啊，两尊佛碰在一起，一个山洞里睡前都在打坐，一天到晚一句话不说，他们两个那个欢喜，没人知道。啊，他们对于变法界虚空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众生有苦有难，他们去救助，他们在打坐没动，救度众生事情都做到圆满了，就是化身去了啊，真身没动啊，化身去了啊！化身是后得知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；应是用什么方法来协助，就用什么方法，巧妙极到极了啊！问题解决了，他的化身不见了。啊，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。啊，心地清净平等，丝毫没有受到干扰。这是佛菩萨的境界。啊，不像我们呢，起心动念都受到外境的干扰。啊，内有贪嗔痴慢疑，外有七情五欲。啊，他能如如不动，能圆满成就一切功德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没有别的，心量大，真正是心包太虚。两周杀戒啊，贤首过世的还原论上，含容空有，这个三个周边第三个含容空有什么是自己的心？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真心，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的现象是自己的身相，
发生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是它的发生。于是乎，我们就体会到了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是怎么流出来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普贤之愿呢，广大无际，穷极无尽啊，目的呢，道归极乐。利，利是利益，济是慈悲救济，无尽呐、啊。故称大愿之王。是故本经来回深重，贤尊普贤之德也。啊，无量寿经一开端就跟我们说，第二品里头品题的尊普贤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无量寿经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不离开普贤的，普贤菩萨在做。今夜开头要提到他，到最后结束也提到他。这个意思很深很广。要我们以普贤菩萨做榜样啊，以普贤菩萨做模范，向他学习。于是净宗法门缘起顿起，啊，普贤文殊代表华严经界，啊，但此经中世尊与方便众，独垂方便。这个意思就是方便到极处啊。于云顿中更显云顿啊，说方便无量法门当中，这个法门是最方便，真正是第一方便。云顿，云是圆满啊，顿是顿超，他没有阶级，啊，菩萨修行从实现到实住，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，52个位次，步步高升呢，这叫见啊，逐渐往上提升，顿呢，这就不是见了，顿可以从凡夫
一直到佛的果位，没有当中阶级。有没有这个法门？有，这个法门叫圆顿法门。圆是原始，把51个阶级通通包括在其中，像现在坐电梯一样。啊，52层的高楼，乘电梯一下就上去了。有没有经过当中？有经过，但是没有停。啊，电梯门打开，你进去，门再打开，到了。当中52阶级全在其中。啊，圆顿大法当中啊，更显圆顿了，没有比这个更圆，没有比这个更顿。啊，顿到极处，一念就成佛。第18遍讲的，临命终时，一念生念。决定得生了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决定成佛。啊，真有这种人呐！你要问他，他为什么能呢？没有别的，他能放下。那我们再问那些人为什么不能呢？不肯放下，没有别的。你肯放下，你不肯放下，没有任何人干涉你，全在自己做主。你说别人放干假的，谁能障碍？啊，你放不下是真的。啊，你为什么放不下？那你问你自己，别问别人，与谁都不相干。啊，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我们要真正相信祖师的话，像莲池大师、欧耶大师，啊，近代的印光法师，就可以把一切经教统统放下。去学那个乡下的阿公阿婆不认识字，不知不觉就一句佛号念到底，那就成功了。他们随时都能往生，而且都是上辈往生。为什么他心里都没有杂念？没有妄想，没杂念，心中就一句佛号，想什么时候去，什么时候能去得了。
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段：至以信愿持名一法，广摄六度万恨，圆摄十大愿望。这个要记住啊，信愿持名一法啊，广摄六度万恨，那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乘，小乘就不必说了。无量法门就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！啊，普贤十大愿望，这是表《华严经》的修行秘诀啊！华严修什么？就是普贤誓愿，普贤誓愿就是华严经修学的纲领。啊，你看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呢？植入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全都包括了，摄尽普贤无边行门，会归文殊一心三昧，所以常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这一句话说的人听的人都未必真知道，啊，为什么？真知道了他就死心塌地一下念下去了。你问他什么他都不会理你，啊，为什么呢？理你浪费时间。浪费他的精神。不理你了。不理你就是理会你。就是告诉你念佛重要。其他全是假的。念佛比吃饭睡觉都重要。没人知道啊，事出世间第一等法了啊，文殊菩萨的一心三昧。我们这里有一点参考资料，这是佛学大辞典里头术语，心定于一心，一心没有一定，但是净土宗呢定于这一句名号啊，就是定于信愿持名。啊，那么这叫做念佛三昧。啊，它是定于念佛。又名真如三昧，或名一相三昧。啊，三藏法术第四卷说，一心三昧者
为专一心修习正定。此有四理两种。理一心三昧，为定心观真如之一理也。这是用足观。经中佛说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十六种观法，无论用哪一种都行。十六种方法，持名念佛是第十六种，还是十六观里面的一种。这一种比前面十五种更方便，更容易。文殊般若经下卷说，法界一相，这些话一般人都很难理解。前面我们学过诸法实相，实相就是真相，真相确实是一相，一相是空相，但是这个空不能当作无相，空能现一切相，但是空所现的这一切相皆不可得。为什么呢？它是幻象，它不是真的。怎么不是真的？刹那生灭，刹那是形容它的时间非常短促，非常快。我们读过弥勒菩萨跟世尊的谈话。弥勒菩萨说，一弹指有32亿8000万，念是念头。32亿8000，100个千是10万，10万乘32亿，320兆，这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，这就告诉你。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这个里头有一弹指32亿8000万，念念呢能现现，能现物质现象，能现精神现象，能现自然现象，虽现这些现象了不可得，不是前念灭后念生，是一种相似相续相。你不要认真，你要认真错了，它是假的。所以空叫真空，有叫妙有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，这是大乘一般所说的诸法实相。要回归理一心三昧者，为定心观真如之一理，
啊，把这个历史看清楚。文殊般若经下卷，法界一下，系边法界，是名一心三昧。入一心三昧，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。从差别当中看到无差别了。恒沙形容多，诸佛法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，全是一等值32亿8000念里面生出来的幻想，没有一个是例外。你得到正得文殊的根本智，普贤的厚德智，你就看到了。你没有这个智慧，你看不到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